皇上，你醒啊？您没事了？是他，是他，是他！再过20分钟，你就可以完成任务，返回属于你的世界了。是啊，可是我为什么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？曙光，你告诉我，等我离开之后，秦玉会一直开心幸福地生活下去的，对吗？当然，等你离开后，这个世界不会再有任何的意外和变数。作为男主角的秦玉，也将按照小说剧情走向，成为一代明君。和小说剧情的女主角幸福美满地生活在一起，那就好。敢问你才是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何公名册内没有你的名字？为何朕的记忆总有你的身影？我不知道。为何朕会凭空出现那些记忆？为何那些记忆那么熟悉？原本的颜依依已经在这个世界上被抹除，所有人都不会有关于颜依依的记忆，但她竟然凭借对你的爱冲破了束缚，重新找回了对你的记忆。你是何人？你也能看见她？为何看不到？她已经打破了规则，就不再受到规则的束缚。现在你可以把真相告诉她了。怎么回事？
的身影在说我愿意，落日侧耳倾听你耳语，太多的秘密讲给你，太过甜蜜，满天星河